眼睛扎到了，扎到了。不要过来了，吃不下饭，吃不下饭。怎么样？好了好了，老他们快吧，快背包。嗯。叫我快背包。不背个带，怎么样？快不背不带，快不背了，快不背了。怎么样？แต่ว่าถ้าค่อยบุไปเราบุไปถ้าเจ้ากับเราไปแล้วเรา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มีคนบอกว่าเรา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สาวผ่าไม่ไรไพ่บอกค่อยมันไพ่บอกไพ่เห็นไพ่กับว่าเอาเจ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พอเจ้าไปเอาลูกยังลูกยังลูกยังไปค่อยบุไปไปไหมไปไหมจะไปให้เราซื้อกัน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就不背了，不背了，小王。别管猫，猫身上都各种的人，它身上都是跳蚤，它抓住你了，把你抓死。走走走，去我家走，呜，去摩托车走。你说给他们买衣服，早早就等在这里了。让他自己跳，咱们看他们老挝女孩子是不是和咱们中国人眼光一样？拜没？这要拜三块拜三。这香市场，一个现成的市场。眼光还可以嘛？这弄崩弄崩的不？弄崩力不弄崩，那么，把你弄崩力不？弄崩了不？弄崩力不？弄不安不？不嘛？爆了。马和敖。在弄多尼安，先瞅着看帅哥，这就是大帅哥，教呢，棒，也是阿里他们村的。这熬好吗？看别人买衣服，他也要买。要和丝。
错了。嗯、啊？让他自己挑吧，咱也给不上什么意见。买一套衣服还要再买双鞋，送饲料包。送的，送的。买了个牛仔裤，买了个上衣，买了个外套，再去给他买双鞋。他们就喜欢穿拖鞋。这种又为是运动鞋呢，也是不是运动鞋。嗯，鞋子又买了一个，买了个牛仔裤，买了个上衣，今天晚上让他穿着上班。说谢谢刘哥。我们谢谢刘哥，谢谢刘哥，谢谢刘哥。嗯。给的印，给的印。不得印，就啥不印。嗯，我的，谢谢刘哥，谢谢刘哥。嗯，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刘哥。拜拜，朋友们，这就是他们县城的菜市场，也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频里。叫江南白板，白红线。凉拌叫不米罗家不米喂，我还要带着，那我就把它带回去吧，三个人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先更新到这里，明天接着给大家更新。老许的日常生活。